韩国女艺人文景莹近日携手一起出演电影的男演员金泰勋，为某时装杂志最新一期拍摄了写真，演绎唯美秋季氛围。照片中，两人穿着秋衣，浓浓的秋天气息温暖迷人，两人笑容灿烂的甜笑，笑容像是在沉思，唯美恬静。为此，网友粉丝们看到照片之后，纷纷点赞并留言道：“还是那么漂亮，好看。”